此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，请坐。请看，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啊。二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7-4页，107-4页，倒数第三行看起，倒数第三行，心不住相。这一段很重要，修行能不能得到真的利益，这一句的关系非常之大。大俗曰：言心不住相者，立凡夫烦恼境界，若有少法当前，皆名住相。下面为我们举例子，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住，何况世间梦幻境界，故不应住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身心。这几句话说的，什么叫不住相？大师为我们解释，要离凡夫烦恼境界。凡夫的六根圆六尘的时候，可以说没有不着相的。不着相，他是菩萨，他是圣人，他不是凡夫。着相啊，决定是凡夫，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。眼见色，耳闻音，鼻闻香，舌、肠胃、身体接触，法第六意识起心动念，
这就叫着想。佛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金刚经上说的，22年所说的大般若经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这八个字啊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对了，跟佛没有两样了啊。凡夫是有所住，有所住，我们平常换一句话说，大家容易懂，把它放在心上叫有所住，不放在心上就是无住。我们眼见色，佛陀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是最高的境界，真的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佛境界在大乘教里面，化身以上的菩萨啊，真的化身了。华严经上讲的十地菩萨，七地以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七住以下的还不行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但是他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已经了不起了。啊，凡夫修行没有不着相的，错就错这里。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？着相，不着相难呐。在净中有一个方法，对治这个办法，用什么？净土宗是住相，住什么相？住阿弥陀佛的相，住极乐世界的相。经上所讲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要我们常常想念，这就着相，想着相了。念着相了啊，不同于其他大乘法门，其他的除净宗之外84000法门，门门都不能着相，难以从这里明显的显示出来了啊。净宗只要你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，绝不怀疑。你要问我有没有极乐世界，我告诉你，真有，确实有极乐世界，佛不妄语。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着了相了，为什么还能去？着相只能去净土，去净土之后跟阿弥陀佛学习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帮助你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净土的方便在此地，净土的殊胜
也在此地。啊，除这个法门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法门，说是诸相能成就的，没有。啊，经上告诉我，甚至是菩提涅槃，可不可以住？不能住。菩提涅槃的境界才会现前。如果着相，菩提涅槃是口上的名词，真正菩提涅槃你没办法证得。所以何况世间梦幻境界，大乘法里面说，佛有没有法度人？佛没有法。人是怎么成佛的？自己成佛的。只要他放下了，他什么都不执着了，那就是佛境界。凡夫境界住，佛境界不住。啊，所以心不住相这四个字很重要。我们时时要记到记住。啊，住是凡夫，不住是菩萨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心不住相。起心动念着了，着了相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对了。世间梦幻泡影，《金刚经》上佛告诉我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世间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不应该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，身心可以，只要不住就没事。身心有住就有事啊，不住没事。不住是佛法，住世间法，事出世间就从这里分别啊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得无住心及其缘觉，其是相起相应啊，你真正无住了，一切法都不放在心上了，与大圆觉圆满的大觉相应的啊，圆满的大觉是佛境界。化身虽然也是圆觉，但是还没有圆满。啊，化身菩萨，最后一品无明还没破，无明破了，无明习气还在。啊，所以到等觉，菩萨最高的一个阶层，真正得无住心。往生极乐世界，
生长极光净土啊，不是十报土，十报土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就能生到十报土啊。在十报土里面再去提升到长极光净土，就其圆觉了。博主声闻圆觉境界，如称赞大乘经里的说，经里面讲得好，宁在地狱今百千劫，终不发二乘之心。这一句话是佛勉励我们，二乘有什么不好呢？二乘也不退转，只是进步缓慢，证得阿罗汉了，阿罗汉如果不能够把小乘舍弃，他就不能提升到大乘。华严经上讲得最清楚，小乘是二乘是自利的心，希望自己成就，真的成就了，脱离六道轮回，得自大自在啊，不能转菩萨，原因是他没有大乘心。大乘是普度众生，没有条件啊，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。小乘是只求自利，没有法度众生的大愿，差别在此地。从入不虑矣啊，从虽现尘劳乃至如不虑矣，这一些句子经句在此地做个总结，就总之如大俗所示，坏见之人，坏见是见解错误，虽不坏心，知见不正，戒持得很好，有啊，有这些人我都见过，啊，不是菩萨之见，二乘之见，啊，不坏行的是依照经的方法修行，他做到了，但是他的见解有问题啊，
我们常说他的想法看法有问题。修行外表上很如法，你看不出他的问题，但是问他对大小乘看法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见地见解重要啊。不堪于众生为其道也。为什么？虽我们是凡夫，我们希求的善知识来指导我们，如果他把路指错了，我们就很冤枉了。现在这些知识们啊，外面外相是善知识啊，内里面心住相啊，真正是不堪于众生为其道也。那么翻过来，他知见很正，但是他的行为不正，他没做到。你向他请教，他给你讲的没错，但是他自己没做到。这个善知识可以亲近，可以向他请教啊，解门你向他请教，行门不学道。我们今天解门跟行门都很单纯，解门一部无量寿经，遵守下莲居老居士的讲解就不会错啊。这是近代我们曾经亲近过的一位大善知识，直接纯真，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。老法师在往生前半年，每天念佛，十万声呢，可以说日夜不间断的求生净土，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，戒行度正，啊，这样的人尚且一天十万声佛号，我们凡夫怎么办？起心动念都是妄想，起心动念还是烦恼习气，这多可怕！就怕这一生遇到净宗法门不能往生，错过了这一次的机会，下一次还会碰到，时间很长啊，不是来生就能遇到的，来生不晓得到哪一道。如果到人道来，有可能。
到天道也有可能，其他的四道不能保证你会遇到佛法啊，纵然遇到未必能接受。我们在先前进缘当中遇到过，我们苦口婆心劝导他，奈何他不相信，或者是表面上答应了好，他做不到，疑心没断，愿心不俗，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由此可知，学佛成就难啊，真难啊。啊，下面这一句说得好，虽坏行而不破戒，是实在人天真身佛体。戒比行更重要。又大论啊，大智度论上说，于诸世尊如世尊相，若有能开示深意，解散一切，则尽心尽智，不念于我。啊，这一句很重要。这些年来，我常常提醒同修，当然也是提醒自己，对于善知识要像对佛想啊。我们遇到的李炳南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、真正是末法稀有难逢的大善知识，两位都走了，他们的著作在，甚至于还有录像、录音带流传在世界，要把它看作经典那样的尊重。对这些善知识的行疑，常常纪念着，依教修行呢，他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他是怎么成就的。我们今天修行向他学习，像不像？如果像，好啊，如果不像，要知道改正。读这个注解，就是听
黄连祖老居士讲经啊，化解我们对极乐世界的疑虑，坚定信心，愿生极乐，我们就有成就。所以对这些人要尽心尽职，不念于我。有人造谣生事回报，不能听啊，听了你就上当了啊，听了你离开善知识大错特错了。大论里头有两个比喻很容易懂，啊，总结比喻里的也是如是，这些事情古时候比较少有，现在社会常常遇到。如果我们听信这些话，这些谣言，这一生当中跟善知识的缘就断了。一定要有智慧，要时时刻刻求三宝加持啊，让我们有缘遇到真善知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要亲近真善知识，怎么样才能遇到？真诚恭敬。为什么真诚恭敬心与自信相应？善友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他会照顾你，他不会把你漏掉。如果你不是真实的诚意真心遇不到佛菩萨，你遇到的都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的心不正，你不诚恳不恭敬，你遇不到善知识。善知识不是不照顾你，你自己有个障碍，把自己跟善知识隔开了，过失在自己，这个词就是不敬不孝啊。我常常勉励同学们，一个孝一个敬，会保佑你一生。啊，真正孝顺父母，真正敬事师长的人，有护法神保护他。他不会遇到这些磨难、魔障。
能够远离假善知识，常常亲近真善知识，这一生当中念佛必定往生，往生就是圆满成就。底下这一段大叔又说，但念善事明事，明事必自灵事之事，这是感应。明思就是善知识，怎么样善思善知识？依教奉行啊，老师讲所讲的我听懂了，我能做到，这就是善思明思。啊，明思必定灵思之事感应，啊，感应道教不可思议，于是在先前这个时代感应很明显的先前。下面举了个例子，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那个地方发菩提心，发心之后请教菩萨怎么修行，文殊菩萨没有拒说啊，据说就详详细细的说明，没有据说，只叫他亲近善友，啊，介绍他一个德云比丘，五十三参从这开始的，五十三参。说明这个世界各行各业，你用佛眼去看全都是菩萨，菩萨在那里表演，有表演正面的你要认识，有表演负面的你也要认识，正面的依教奉行，负面的一定要离开，这个五十三参让我们想到中国古人三人行必有五师，有这个本事善知识就太多了，满街都是善知识，到处都是善知识，你有慧眼，你能认识是非善恶，哪是正法，哪是邪法，一看就明白了。正法学习，不是正法舍利放下。你看，你不是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吗？华严的修行善财五十三参把它表演出来了，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各行各业，
啊，里面有佛，有外道，就是其他宗教，平等对待。和睦相处，自己日日高升，最后圆满成就，修净土求往生更重要。啊，你只要用一个意念，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，他们表演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，啊，正面的想想自己有没有，没有赶紧就正，如果有欢欢喜喜认真的奉献，人人都是善知识，五十三参师告诉我们这么一桩大事啊，善知识是哪里，到处都是，有演表演正面，有表演反面，你全认识，遇到一切人都得利益，法喜充满，啊，又说佛云，故法具经有二十一个比喻，比喻善知识，你看父母眼目交足剃灯饮食宝衣桥梁财宝日月生命等等，后头做总结，善知识者有如是无量功德，是故教汝等亲近大众闻已，举声号苦，自念况皆为善知识，守护今日之于如来，乃至未曾报恩，无心亲近，说是予以重复举声好气。不但人是善知识，事也是善知识，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，你六根所接触的哪一样不是善知识？这人说，这人烦恼放下了，心开了，
原来心闭塞的，现在心打开了，看透一切诸法，万事万物没有一个不生之事。只要你心不住相，就是的。心一住相，全变成烦恼，变成恩怨。变成好恶，这种对立的念头马上就起来了。我们读了这些经文，有什么感触？后面还有普劝我们，真难得，漠视众生，欲修行者应当精明，共思善有，思善之事，这叫我们求善之时。这段经文如果真的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功德利益无比殊胜啊！为什么？你真正有慧眼，有真诚心，认识善知识，奉祀善知识，这是对善知识的恭敬。他时时刻刻在指导你，在帮助你啊。那么迷惑颠倒的凡夫，他不认识，真正觉悟过来了，真正回头了，才晓得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友。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，都帮助他，都成就他。我们读了之后很感叹，善财好运的，怎么遇到这么多善知识？没有想到我们比善财更幸运，他才五十三，我们不止五十三的。从早到晚你看到多少人多少事，你就想到不止五十三的，就是不认识。你要认识，他都是现身说法，给我们做榜样。好榜样要学，坏的榜样要反省，我们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这个奉事善知识才叫圆满呐、啊！下面告诉我们，真正恭敬善知识者，怎么恭敬？是不是给他行礼？不是的，守在如教奉行。
后头这句话，此亦甚难。故曰：闻法能行，此亦未难。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真干了，这就是闻法能行的啊！真干就是真修，真修后面就是真的正果。啊，难是什么呢？烦恼习气放不下，知道错了改不过来，原谅自己的过失，依然如故，回不了头，通通在放不下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。所以一切法，包括净宗在内，都是建立在看破放下的基础上。看破比什么都重要，看破你才能放下。为什么放不下？没看破。什么叫看破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就看破了。别当真啊，当真就错了。为什么错了？它本来是虚妄的，你怎么能当真？啊，今天我们得力量子力学家的帮助，让我们真正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物质现象统统是假的，根本他们就不存在，他们只是一个幻象，我们误以为把它当真。啊，什么是幻象？佛在经上也，换句话是三千年前佛说法就说出来了，今天量子发现，跟佛说的一样，那就是佛在佛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相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，那么这个相的心想多长的时间？是一弹指的不是一秒啊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，哪一个像是真的？你要说真的，它没有了，它消失了啊，像灯电灯一样闪了一下就没有了。啊，第二个念头不是第一个念头，第三个念头不是第二个念头，每一个念头生就灭了，我们可以说生灭同时。啊，一弹指有32亿8000次，
哪一次是真的？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。真的只有法身，法身没有相。啊，如如不动，它不现象的时候，那是法身，那是真的。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假的呢？假的虽然有，它根本不存在。它寿命太短了。啊，一个念头里面有32亿被现实烧。10万，32亿个不欠的，我们把它算出来，320兆，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，哪一个生灭是真的？我们才动念头，念头没有了，不在了。念头是假的，所以物质现象万事万物不是真的。这是看破，看破之后再也不想这个事情，假的啊！你还会放在心上吗？不会了。心上放这些妄想，其实是你自己以为放在心上，心上可真没有。善知识，虽遇难事。啊，在1076页，闻法能行，此亦为难。盖善知识，虽难遇，难是今信求得。这真的，真的是难遇难是。不认识，我们很幸运遇到了啊！遇到了，他走了，他不在了啊！我遇到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跟他10年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，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在美国，他一生只去过一次，在美国住了1个月，那时我们没见面，他忙我也忙，我们只通电话。啊，回国之后，在那个时候，我每一年会看3、4次。啊，到国内去干什么？就是看善知识。啊，学习无量寿经，善知识走了。今天我们遇到的是他的遗教，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大经，念老为我们详细注解。他知道这部经这个注解会留在末法最后100年才会消失，
使命重大，晚年一心一意把这桩事情完成，收集的资料非常丰富，我在他房间看到过，真正是感应不可思议。我说这些书将近200种，你从哪里找来的？感应的不可思议。所以下面说精心求得，非常幸运我们求得了善知识。倘于善知识所示不能信受奉行，则良医所受，如是则欲同为欲，故于善知识教应闻而能信，信而能行，是为甚难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